好啦，阿軒，我歐草咧，我都好順利做好啦。咁啊，最花得時間內咧，就係我喺 C4D 裏面咧，咁啊嘗試一個新嘅整法，就整一啲玻璃體啦，同埋多少少物理嘅效果嘅。咁物理咧就係一張地板啦，同埋一個實心嘅玻璃體啦，咁就可以跌落去咧，而唔會穿過去啦。等等光源咧，都令到我 van 嘅時間好耐。咁啊 ，total 都差唔多成 van 咗成個月。咁都靚嘅，其實咁就非常之靚啦。其實嗰個玻璃體咧，其實叫做。咁就 perfect 對我嚟講啦，都係新嘗試。其實每一次整咧，都係我一個練習啦。所謂下一個係邊個咧？仲未到我？